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午安，大家好。啊，真紧吼，第三天啊，等下三点半吼，大家就当翕相了，马上要回家啦。所以呢，每一届那个第三天吼，大家拢笑眯眯啦。这三天会艰苦无？未，迄种好笑话啦。遮久无做学生，遐嘛想讲等下做学生，都嘛足艰苦的。啊，当然啦吼。算过一半呢，还佫高级班的呢，后礼拜吼。所以我甲各位讲就是讲，即马现主席即马即节课呢，即个也做潘良华吼，咱的副主席吼，伊有做一挂 PowerPoint， 用 PowerPoint 呢，啊，有一个特殊啊来说明，互大家看。啊，希望呢，各位，恁读即几工内底上个重要的就是即马啊做潘副主席呢要讲的即个也做重点，啊，大家。来欢迎啊，这个潘副主席来上课，谢谢。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啊，我叫做潘良华哈，潘良华。我唔知秘书长咧介绍较紧啦，我都踢一个火塘都阿袂样伊，今日个咧播啊，伊就甲我介绍起来哈。啊、那么真欢喜看到一个咱爱台湾的心的这同心吼，共同要来替咱台湾找一条新吼新鲜的哦，这条路是上新的啦吼，新个歪的道路吼。啊，我今仔要讲的题目是要甲咱台湾国际地位来正常化吼，啊咱。按照我这 PowerPoint 的模式哈来讲啦哈，首先，咱也伫官网拢会看到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好，那么进来底，咱是依照国际法律，和台湾的国际地位要正常化，国际法律就等于像国际交通规则，全世界的国际交通规则哈，干那分你的。车是左驾驶还是右驾驶？吼、哦，所以只要红灯绝对拢停，吼、哦、啊，青灯就会当行。啊，我有听讲较早中国那边红灯是会当行，因为叫做红色中国，所以红的拢会当行。好，啊，今来这，咱反对美属，因为咱台湾是还佫日本天皇的领土。所以咱唔是美属，美属错误是美战，那你若讲美战就对哈。啊，咱反对建国，反对独立。哎、欸、呀，有个人就讲，啊，哪会无反对统一？哦，咱唔好许中国国民党，还是咱台湾独派，甲咱用较早的思想，甲咱作北事。较早台湾。在第二世界战后，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投降。那么麦克阿瑟，伊用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替民军来台湾，向日本兵，吼、哦，甲收缴伊啊武器，吼、哦，日本兵爱向这个代表民军的中华民国军人来投降。那么在这个情形下，还有一部分早期祖国派，即个台湾文化协会这些人，蒋渭水、林献堂，因这些人，因是欢迎祖国要回来咱台湾，吼、哦，等于把咱台湾讲要跟祖国统一，吼、哦，变作祖国派，吼、哦，有人讲叫做统派，台湾的统派。但是咱今仔日无反对这个统一，什么原因？你甲注意琉球模式，琉球，因伫1972年5月15日，依照琉球返还协定，吼，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所签的，因回归日本。同款，咱台湾甲朋友，嘛要依照这个模式，回归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母国，所以咱要跟大日本帝国统一，所以咱无反对统一。即卖咧讲的这个统一，
咱是要跟台日本帝国统一，吼，唔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这个思想咱来改变一下，吼 ，OK。啊，这个我想应该之前介个江主任讲过啊，吼 ，OK。啊，这个我就卖讲，吼 ，OK。那么咱先来看讲基本的观念，就是讲台湾伫近代历史内底，吼。咱个台湾甲澎湖主权个地位安怎变化？吼，啊，即拢是有根据法理、根据条约。咱一般个领土，莫讲领土，民间个土地了，咱若来要变更，甚至爱先代书写合约书，吼，契约书写好，吼，啊，钱交好，啊，才来变迄个向地政事务所申请。变更吼，申请测量人员啊来定这个界址，吼啊双方爱确认签名，吼啊经过合法的程序，才会当变更土地。那么国家的领土要变更嘛，爱有国际条约，爱有这个条约。啊，这个是国家甲国家所签的，所以是叫做国际条约。吼，这是1895年，因为大清跟大日本帝国。甲午战争，吼啊！大清建书，你建书得爱割地赔款，吼啊！所以伊甲台湾甲澎湖，永永远远注意哦，是永远挂念哦日本的天皇，吼甲台湾甲澎湖永远挂念日本的天皇。所以咱这块土地，永远就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吼。只是日本的天皇是委托当时的总理。啊，跟大清帝国的这个李鸿章，因出兵去签，因为无可能皇帝出兵嘛，一定有代理人哈。啊，就跟他讲，我叫阮囝去甲我买一个，好，比如讲买一罐豆奶，买回来是我要爱的，是我爱啦。当然我嘛会当互阮囝食，但是迄所有权是伫我的手里的哈。袂使讲，我叫阮囝去买豆奶，伊阵豆奶搞啉去，吼 ，OK， 同款。虽然日本的天皇无亲身出兵，大清帝国的皇帝嘛无亲身出兵，但是签的领土就是大清，唔，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吼。啊，天皇他委托，把这个管辖治理权委托日本政府，吼，日本民间所组成的这个政府的首相来。管理伊个大清帝国，迄落大日本帝国领土吼，所以大日本帝国伊是二元制，天皇拥有领土的主权，然后伊甲这个领土顶管的管辖治理权委托予首相来管理。OK， 好，那么过来到1952年。因为1945年日本天皇伫8月15日宣布投降了，拖到要七冬，吼、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好势，吼、哦，1951年的9月7日，伫旧金山签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这里、个、有51个国家参与签署，但是因拢爱阁相当因的国会通过，国会通过了。好，结果有3个国家无通过，所以48个国家有通过，所产生的旧金山合约，伫1952年的4月28日正式生效。好，啊，这生效只是内底规定，啊，旧金山合约的第二条，啊，规定第二条 B，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好，啊，这个放弃台湾甲澎湖。日本政府是干嘞？拥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因为这是日本授权下来管这个台湾嘛。那么，伊所谓的放弃，伊只是放弃管辖治理权，并无放弃领土主权。这个要注意。就可比讲，你有一家地，我潘良华给你租，好，啊，咱签合约，啊，我钱啊，地租我交给你，比如我爱租你，好，爱50万交给你。啊，这5年内底，等于你放弃这个土地顶管的管辖治理权，但是注意无过户，所有权人还佮你的名，对不？我只是佮你租，佮你租，我取得你的这个
土地电源的使用权、管辖权。我判定话要带电源要种山、要种乃至要种金蕉，就在我种的，你袂使搞干涉。但你五年到，你若不爱去做我，就变成你去收回你的管辖治理权，啊，对吧？所以，伊只是放弃台湾跟澎湖的管辖治理权。那么，今麦管辖治理权就是由美国定掉嘞。然后，美国佮把这个管辖治理权委托中华民国。即摆袂使讲中华民国，因为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伫1979年1月7日断交，所以美国赶紧佫设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来接替吼。所以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是，台湾治理当局都袂使佫讲中华民国啊，吼，台湾 authority， 但已经出名哦。这个英文版呢，伊是讲任何接替的台湾治理当局们，叫讲爱加这个们，因为是多数，因为英语是啥？台湾 authorities， 好，是复数哦。所以一般哪一个所在哪有个政府，有两个政府，一定拢会发生战争。像中华民国，因当初咧国共内战，就有一个。延安政府，吼，啊，一个重庆政府，吼，所以这两个国，那个政府拢咧烧战，吼，国共内战，哇，战到尾啊，蒋介石输，啊，所以蒋介石1949年，伊就引进200万只猪，来给咱台湾人吃，啊，这只猪，咱一般咱猪吼，拢饲200公就会当抬。差不多7个月，那咱家饲要68吨啊，未抬定。甲今咱还搁咧饲，咱搞咧纳税金，互因咧开吼。OK， 所以咱台湾甲澎湖的主权，还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只是管辖治理权，去予美国定掉咧。美国搁委托台湾的地理当局，今麦还搁咧甲咱管吼。OK， 好。啊，这有啥哈？美国还阁是军事占领中，哈啊，足多人讲，我拢也无看到美军。哦，较等下我会讲哈。OK， 啊，即嘛，台湾依照台湾管理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就较早的中华民国咧代理管理台湾甲澎湖当中哈。好来，啊，台湾有足多猪的问题啊，哦，台湾猪问题，就我拄仔讲，伊200万只哈。较早有一句话讲，啊，日本教，因為日本人足歹，但日本人对台湾足忠，甲咱台湾人教育，哦，教予咱台湾人守法、守时、守信用，哦，啊，守时，咱用一个火车的时间来讲，日本人迄阵来台湾呢，咱的火车咧拢讲慢分尔，哇，电脑换中国人来误点。慢分甲误点就差68呢。哦，那因中国遐不是那误点就几后算几工的呢？吼、哦，过来讲守法、守信用。较早阮爸爸因去带，吼、哦，因拢受日本教育的，因许日本人教甲足有信用的，讲出去就是遵守。无像即马中国国民党来甲咱教咱遮台湾人，即马。合约书写一本假本，佫会出错。吼、哦，较早阮爸因拢讲出着准绳啊，答应人较惨死安尼着对啊。吼、哦，一定爱做较到。啊，即卖人毋是啊，吼、哦，无守信用，无守时间。吼、哦，好，首先咱来先问讲，到底我是虾米人？第一，其实台湾。只有两种人呢，一个本土的台湾人，啊，所谓的本土台湾人，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迄天，还佫住伫台湾的，即个咱的阿公阿妈，还是爸爸妈妈，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即个子女，吼，后裔的对。
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因为迄个时阵、迄个时间点，也无外国人入来入台湾，哦，中国人也未来，对不对？美军嘛拢也未入来，啊，所以迄个时间点，所以咱即马咧要求大家，若要签身份证，身份证拢爱签到日本时代，吼，诶，户口填本就是安尼来，吼，安尼较会当分辨讲，哦，恁较早就是为日本时代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安尼传落来。迄阵无掺着中国人的因素伫内底，吼，所以这些人就是拢本土的台湾人。啊，除了本土台湾人以外，剩的就是叫做外国人。台湾无外省的哈，你若讲外省的，安尼咱台湾煞变伊的台湾省一省，吼，这就错误。吼，台湾无中国人，吼，无外省人，拢是。外国人，包括中国人，过来，介一个语言上，咱定讲唔对的，就是讲，哦，省道，其实咧也唔对。咱来讲台语线，台湾第一条中国那个纵贯道，吼，或者台语线 ，OK。好，啊，咱就来讲，那么你到底是啥物种族的人？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那么台湾人若要去到？本土台湾人要细分落，就分一个住伫较山区的、高山的、吼、哦、高山族、哦、啊高山族各有分，各有十四族啦，吼、哦。较早叫做九族啦，吼、哦。有无咱迄个南投日月潭了一个九族文化村，吼、哦。啊，但是尾啊，真侪人一直证明，吼、哦，恢复因的。著名的这个族姓的迄个，甲恢复起来哈，比如南屿有达悟族，吼，迄种阁增加出来，吼，所以到即马，中华民国内政部有认定的有十四族。那么其实住上侪人的是伫这个西部平原，即个拢叫做平埔族。那么你若先问恁阿公、阿祖，因当初住伫底？啊，甲迁徙到即卖这个所在，吼，你即卖住的所在袂准，你爱头下问候恁阿公阿祖迄个时代，因为早期交通无方便，咧迁徙的幅度无遐大，吼，上加是隔壁县市尔，因为较早做者东西向的河流拢阻断，所以咧迁徙的拢袂走甲用，所以你若问到恁阿公阿祖，哦，恁较早住伫宜兰，真有可能你就是克马兰族。卡巴兰哈，啊，过来，那台北甲桃园地区的，就凯达格兰族，就是即卖中都区吼头前迄条路，甲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哈，迄就是咧纪念这个台北地区这个平埔族。那么新竹吼啊一部分桃园甲苗栗遮是道卡斯族，托卡斯哈，道卡斯族。好，过来中部遮吼，彰化、台中，吼一部分云林遮吼，都有遮有两三个族，吼有帕普拉、阿曼布萨吼遮。啊，若嘉义、云林或者洪雅族，吼这种平埔族哦。啊，台南这族上大族叫做西拉雅族，吼。那么这张的像迄、那个。图片内底，阁有两组无写着，哈，就是戈壁地区的，哦，我就是住戈壁地区的，我号做马卡道族，啊，另外一组伫小林村遐号做不满族，啊，唔是啊，大满族啦，唔是不满族啊，哦，啊那一组上大族，不满族上大族，因为即摆大家迄个卖研究不干哦。大家落地啊，拢无钱啊，吼，拢足不稳的。哦，所以你看，洪忠就八月初三安尼，凊彩花了25万人出去，对吧？吼、哦，迄拢不满足的，吼、哦。OK， 啊，其实在西部平原上大族的，就是西拉雅族上人上多，吼、哦啊。那么我戈壁地区这个马卡道族，因为这较少人讲，啊，所以连这资料也无。马卡道族其实一部分的语言是跟西拉雅族较像，吼，其实西拉雅族等于
定有三个支族啦，哈，就是包括大满族啊，加马卡道族。啊，马卡道族的记袂开，我即摆甲你讲一个。马，那个社长庭咧做工市长的时，为着要纪念阮马卡道族，所以有替阮开一条路，拄啊含迄个纵贯铁路吼，隔壁含伊平行，啊，这马卡道路，因为叫讲是啊马卡道道路啦，啊，因为都已经有一个道啊，所以一条马卡道路。啊，你要记个几块公里的随机的个，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啊，火车来弄的，包错个，哦，啊，马卡道吼，你啊，你就记个吼，我去做个，啊，我去做个吼。你莫笑哦，你也想讲恁汉人，其实台湾85%以上的人，你的基因你的血给抽个，因为这尼玛利这个马西耶的这个医生吼，伊专门咧研究台湾人的 DNA， 85%拢是台湾原住民的基因，吼。啊，那么你若讲，嗯，啊，阮生这生拢是中国生。迄种属性，像我马卡道族，我的祖先做个清洁，所以我拢，我的祖先拢住伫溪水边、河流旁边，要洗物件、要洗身躯较会方便。所以清朝官员来问地方官讲：“啊，因家人拢姓啥？”伊讲：“无呢，拢无姓。”所以我的姓是清朝官官属性哦，啊，这拢住伫水边的番，所以我叫做潘良华的潘，哦，住伫水边的番，哈、哦。真济，恁个祖公啊，即个啥物蒙顶元刻啥物龙阳啦，看，迄吼银川啊，啥物话，这拢是中国个迄、那个嘛，大清帝国清朝官员素姓较济，佮素里族谱，所以足济人哦，摕迄族谱要找转去到中国福建啦、啊，还是广东啊，啊找无正港个祖先，因为像我马卡道族，我个特征就是讲。皮肤乌，无乌人遐乌，啊无白人遐白，差不多七分色安尼，七分草的答案吼，这色个。啊，过来，你把你的手你若弯起来，你只手若有一寸吼，哦，迄条拢是平埔族，吼、哦。啊，过来，你的脚尖头啊、尾仔啊、上细肌迄个，若有鼻唇的，哦，迄种平埔族的特征啦，吼、哦。OK， 所以。你要先搞清楚，你是台湾人哦，唔是中国人哦。因为中国国民党来台湾了，拢甲咱骗，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哦，这错误哦。咱呐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哦，无讲像美国人讲我是美国人，也是英国人，无这个代志。而是要先把自己搞清楚，你才不会看左眼哈。你徛唔对所在咧看，诶角度咧看代志都唔对呀。啊，你若徛伫中国人咧看台湾，绝对代志拢唔对哈。啊，而且台湾人即六十几年人吼，互骗骗甲安尼戆戆。尤其咱小学会记我迄个座位簿后壁掀开后壁讲诶。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得爱做中国人，较堂堂正正啦。啊，若做台湾人，拢起起个款，好、哦，所以莫有人骗你。OK， 好，为人讲，嗯，啊，咱拢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啊，所以咱就是中国人。其实，这个咱会摕中华民国这个身份证，就有原因，哈、哦，就是。旧金山合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迄天，日本跟中华民国签一个台北合约。台北合约内底甲你规定，甲台湾甲澎湖的这些居民，哦，这些台湾人就对啊，日本的台湾人，视同中华民国国民，视同，好不好？其实视同就是唔是啦，你甲。只狗身躯甲洗好清洁清洁，我那甲穿西装、拍领裤带。啊，你甲带咧，讲要来户政事务所办身份证，敢袂使？
伊看嘛就人模人样，但是敢若甲视同看，敢若是人安尼尔嘛。其实伊嘛是狗啊。我都跟马英九讲的啊，我把你们当人看。其实伊心内就是我不把你当人看，只是暂时把你当人看了呢。好，讲没有，我还要跟你们教育。好，这台北合约说签暂时哈，视同中华民国国民啊，所以咱大家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安尼伊就较好管理，所以咱就管到安那乖乖哈。OK， 好，啊是要那咱台湾人无国籍，2006年12月24日，咱林志升秘书长带228个本土台湾人去告美国，哇、哦啊、这。真正天大地大的代志，但是国民党足厉害，哦，因的媒体90%拢掌握在因的手里。只要你若台湾人，你若想要做媒体人，你要做记者，你若考虑迄个公司，因拢有资料来你贵。哦，你这着本土台湾人，这款的拢无法度升到经理级的，各阶层拢无法度。啊，你干那会当走外口？去拍一挂新闻转来，好去录一挂新闻。但是这新闻转来，拢爱到因中国人的经理的手里看。嗯，这若报嘞，对我中华民国国民党无好，啊，这卖报。啊，拢报的一挂对一个影星查甫的咧录对一个影星，还佫有小三，拢咧报这個。迄在麻醉咱吼 ，OK。那么，是安怎讲？咱台湾人无国籍，就是告美国了。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有甲咱收惊，甲咱收惊的是秘书长讲，咱着赢一半，安那表示美国对咱台湾有管辖权，因为伊敢收惊，伊就是有管辖权，伊较会敢收惊，吼、哦，啊不然他唔爱去甲英国告，吼、哦，啊联邦地方法院甲咱判来讲，台湾人。哦，无国籍，哦，50几年来无国籍，就是由为1952年开始，甲即嘛，哦，这段时间台湾人无国籍，甲今了佫无国籍，那中华民国伊所荷兰迄个国籍是假的，哦，啊，日本佫伫旧金山合约签署了，诶，1952年，哦，年初的时。因的法律，把咱台湾人的日本国籍取消掉，啊，所以变台湾人煞无国籍。尤其伫1979年1月7日，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了吼，咱正正确确连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咱嘛唔是啊，吼，因为1949年10月7日，中华民国就灭亡啊，就无这个国家，免哪有这个国籍啊。啊，上重点就是讲，1972年中日建交，哈、哦，本来日本政府跟中华民国所签这个台北合约，是因为日本跟阿公啊建交了，迄、那个台北合约失效，所以连视同中华民国国民也不是了，好、哦，乌鸦开始建设，好、哦，咱台湾人国籍乌鸦开始无去，哈、哦。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倒位？吼，啊，要安怎恢复这个国籍？其实，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吼，咱的国籍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只是咱的国籍暂时被悬置，吼，因为咱还未回归等于大日本帝国内底，所以变成咱即嘛什么都不是，吼。啊，那么咱若等于。大日本帝国依照琉球模式呐，转去哦，咱就会当属于恢复大咱日本国的国籍，好 ，OK。啊，咱依照琉球返还模式啦，哈 ，OK。那么国籍又分属地主义跟属人主义，哈。是安怎？大清帝国因的中国人华人，去到全世界，拢予人看袂起。拢会产生排华运动，喏，你讲像美国，伊了
旧金山遐，较早有足侪华人的迄个奴工去遐替美国人盗走铁路，啊去挖迄个煤矿、挖金矿，吼、哦。那么因这人到尾拢接到一个区，或者 China Town 啊、哦，中国区的对吧？因拢接到这一个，迄、啊那个所在就是那迄个都是洛杉矶啦，还是这个旧金山，那 China Town。对，也在讲类似贫民区，上浓哦，上垃圾，吼、哦，的所在。啊，你印尼嘛，同款啊。中国人早期随着郑成功，唔是说郑和下西洋，吼、哦，有一挂人准留守底下，留底下。好、哦，啊，有介侪人，吼、哦，因为中国派探家，啊，那走去南洋遐，啊，中国人足干巧。所以拢伫遐做生意，赚大钱，但是因袂晓回馈地方，所以拢造成印尼的排华，吼、哦。啊，因的文化水准也低，拢干那顾家己的利益，无咧顾国家、工作，还是弱势团体的利益。所以，尤其因有一个思想，因中国人无论走去到底，所生的囝，拢总要个中国人。哦，因拢用属人主义，唔比讲像美国还是欧洲的国家，因用属地主义，只要你来我这个国家所生下来的囝，就是我的国家的人。哦，所以你看，李清安，伊怀孕大巴肚的时候，就赶紧走去美国，把伊个囡仔带美国生出来，迄个变美国籍的。哦，安尼伊就会当依照这个囡仔，伊会当去依亲。哦，你看中国人，真足多人。较早到咱来，拢想办法，就是要摕一个澳洲的护照啦，要摕一个美国护照，要摕一个加拿大护照。因就是把咱台湾当作客居之地，住住就要选啊，对吧？那有能力伊就要选走啊，伊无要堪你住遮，哦，永续经营啊，哦，所以因造成讲，因的心态就是讲，啊，这个吞落歹无要紧。所以全世界无讲一个国家，因个首都的边啊起三个核电厂，就拄啊中华民国安尼做，核一、核二、核四，好吧？啊，核三个个下多国家公园内底啦，伫个垦丁公园遐吼，即种全世界无人安尼做个。啊，工商服务一个哈，休五分钟。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你大生，你大生活大汉，你就会认同这个所在，你会爱护这个所在。所以，美国人也是欧洲的人，足爱因的国家，所以因的环境拢保护了真好，哈。啊，就敢那中国人，伊到底的未遂到底，就无咧个人的国家的环保哈，拢用偷盗的，一挂污染偷用啊。啊、那么台湾就是迄个接近中国地来污染个台湾吼，近咱台湾人是安怎？遐侪人莫名其妙得癌症，就是咱所食、所住的、所啉的，拢总有污染，拢有毒。吼、哦，咱呢化学工厂所排放出来，吼、哦，啊，咱呢所饲的鱼啊，所饲的滴动物，咱要食的这物件，吼、哦，像蔬菜、水果。拢喷农药，喷真重。吼、哦，台湾每一个人平均一年，每一个人拢喷九公斤的农药咧食啦。啊，这差不多输中国尔啦。吼、哦，这无介好个吼、哦、现象，因为南部的人讲，因北部的人作用个呢。我种个菜吼，哎、哦，药啊喷较重，伊嘛拢买去食呢。啊，我甲你买只吼，我拢甲你另外种一个，迄较无咧除药啊。吼，啊，这就是台湾人，台湾人咧买蔬果吼，就是有这个歹现象，拢要爱看无虫，加迄个空咧，没有虫洞。蔬菜哪有虫洞啊？这你种了歹，人隔壁迄个蛋拢无破空。啊，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生产者，你爱水的，我的药啊普较重的，糖拢唔敢歪，糖拢唔敢食，哦，啊，就人敢食，食来大用，所以病愈开愈大间，
基准值拢塌个甜甜，吼。咱台湾的血统，我拄仔大概有讲过啊，吼。那么有人讲有登山，讲无登山嘛？后壁这个无登山嘛，这有影，因为较早要走来台湾爱算偷渡嘛，因为大清帝国海禁嘛。这个明朝郑成功走来台湾，尾啊因为私人引清兵来拍，甲伊消灭了，甲郑成功的部将，包括伊遐家属，拢总迁徙等于大清，因为伊惊讲佫留一挂大家，会佫生团，会佫作乱。唔呐安尼呢，佫包括甲郑成功因只官员、将军、部将只蒙骨头拢乌起来。啊！台湾人戆戆，佮伊问讲：“啊，恁乌的咩啥？”哦，无啊，即爱落叶归根，因遮人爱返去，因原底大清帝国遐人爱落叶归根，安尼返去遐佮定个埋葬吼，用骨头安啊甲封起来，运返去遐佮定埋葬，较会当庇荫因的囝儿世世。哦，台湾人都学即波学起来，所以即摆拢咧捡骨就是安尼来。其实遐骨头吼，佮台湾遐夹的是拢个淡淡的海个。因为伊都无爱连骨头，连衣冠冢都无爱，互你在遮摆，互你搁在遮吸引你的啥物反清复明遐余孽嘛，哈。好，啊，即马登山讲要偷渡来要过来台湾吼，登山讲来台湾，六个死，三个留，搁一个回头，一回头，六死三留，一回头，三留遮无偌久还搁死呢，安怎？因为台湾的蠓虫、自然的环境有毒蛇，干那蠓啊，定都爱天高天登高热，天高热都爱死啊！啊，马拉利亚吼，可怜啦！这个牡丹虾事件吼，一八大概六几年代迄个时阵，发生这个琉球的渔民啊，因为风太关的，伫迄个旭海迄边吼。传染啊，有六十几个爬起来，结果差不多五十个迄个原住民，哦，南部的高沙的原住民，台湾族、南台湾族的，甲台死，啊，有十二个迄种救来红山富城，尾啊送甲大清帝国红山富城人，甲送等于大日本帝国，啊，所以大日本帝国就向大清帝国抗议。讲是按照阮的人民去到恁台湾，互恁台死，哦，你来甲我有一个交代。大清帝国讲，迄拢化外之地，哦，迄我管袂到的所在，哦，伊安尼讲，大日本帝国就出兵来打，所以发生牡丹虾事件。结果，伫这个牡丹头前遐有一个石门古战场，哦，还有一个隘口，迄个是一个军事的迄、那个。要地，大家拢爱抢，爱抢的咧，爱拍的咧，才能入去牡丹虾，拍人家原住民。所以日本就起兵来拍，为车城登陆吼起来，啊，拍到古战场遐，就拍无啥个入边。因为咱的南台湾族虽然武器较歹，伊敢若有单发的这个猎枪，吼，啊，还有弓箭、甲长矛，但日本已经有山炮，吼，啊，有轻机关枪，吼啊。步枪，当然原住民到尾嘛输啊，但是原住民拢用暗时啊出来做游击战，原住民这个狩猎足厉害，所以咧怕这个游击战啊，日本兵啊吃了很多苦头，所以底下怕个呢，要赢歹赢，因为你怕咧，那么原住民佫走你的山来避开，暗时啊佫走出来给你骚扰。所以美，迄个日本兵往那底下，敢那见死的，差不多三十几个，结果迄个蠓虫、迄个蛇加死的六百几个。啊，所以你讲这三个老嘞，要活偌济老嘞？因为伊在遮无抗体嘛，蠓啊叮着，就随发作啊，吼。过来，咱本土的即嘛阿公崇外。啊，即卖台湾人是哈美、哈日、哈韩。来讲较早，阿公，就祖咱的祖先当初
大清帝国来管两百几年，伊当然你若要恁台湾人哦，兵部族迄阵拢沿这个西部平原，即个兵部族先拄着大清的即个公告人员嘛，因来，你若要跟因会当沟通，你就要学大清的语言。啊，所以这个情形下，足侪人呐为着要改变伊的生活，比如你若要讲有一挂好康的福利嘛，拄啊像大日本帝国来管台湾同款。迄阵1937年咧，皇民化，哦，你若改日本名，吼、哦，就上面话有甲你优待，哦，啊你学日本的语言，哦，你若会晓日本语言，哦，先来互你做通译，做翻译官，吼、哦，甲日本人甲这个恁本族的人，迄语言的做一个翻译官，啊，待遇较好，哦，所以变成各族的人拢咧学日本话，吼、哦，大清迄时阵同款，各族的人拢咧学河洛话。啊，就学广东话，或者客家话，学甲大家拢对咧学。你敢那甲想，日本人来管台湾50年，阮的爸爸妈妈都拢讲日语较济啊。好、哦，那平平拢会晓讲日语，也拢讲日语。敢那书啊，那咧看其他袂晓讲日语的，就较有咧用台语。如果那即马安尼，当初卖中国国民党来，继续日本人搁住遮，甲即马百几年啊，咱真大家日语写写叫。可能台语拢袂晓讲啊，因为迄嘛是国语啊，日本哈、哦，日本的语言叫做，迄阵嘛是讲叫做国语家庭，你呐，即个家庭拢会晓讲日语，叫做国语家庭。中华民国来台湾，1945年来了，就开始用强势推展因中国化，好不好？台湾人呐，讲方言就罚钱，哦，无钱通发的，外记得我无钱好发，我来举伊头啊，还是水桶啊，底水叫阮举的。啊，无就挂告白啊！我说方言，好不好？迄拢咧糟蹋咱台湾人。佮先讲台语是作无水准的安尼意思，哈、哦，同款哈。啊，所以也从来无迄啰无意外啦，因为大清帝国因要来管台湾，因嘛是用一套笼络的方式，哦，叫你弄来学闽南话，哦，叫你弄来学客话。结果一代两代到尾啊，家己的祖先的族语拢袂晓去啊。哦，像我，阮马卡道族，我会记剩两句话呢。到阿口，吼、哦，就是高雄啦，吼、哦，高雄这句话，迄个阮的原住民的阿口，就种竹子很多的地方啦。我较早阮的祖先一定是砖头，拢四五年拢种地啊，叫阿口。阿口日本人来了。阿靠，拄啊，就是因个高雄啊，因个高雄读做阿靠，拄啊，港英阵倒去，所以高雄关高雄市就是安尼来，哈、哦。那么，屏东或者阿狗或者阿靠，哈、哦，用音译，哈、哦，台语或者阿狗或者阿狗声，哈、哦。OK， 这就是清朝甲台湾人闽南话用语言，哈、哦。啊，你若要讲因闽清的话，哈、哦，就比如闽南话，还是。客家话，伊会当甲你竖竿竖绳，吼，竖竿尾啊，你拢家己袂记讲，你是平埔族原住民呀 ，OK， 吼，啊，日本时代甲台湾人华民化讲这艺术 ，OK， 过来，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吼，所以嘛，保存了咱台湾人85%以上原住民的血统，你注意看，荷兰。叫地仙公战败荷兰人，哦，差不多3000几个拢撤走，对不？换郑氏王朝，叫大清帝国打败郑氏王朝，因个规个军公告人员拢迁倒去，迁去大清，连骨头也乌乌倒去。大清帝国和日本政府伫江户战争打败了，大清帝国个在台湾的人民。日本可以有2年的选择期，你2年来，你若感觉大家和我日本人惯袂爽，你会再变卖家产，等于恁大清帝国。好，过来，大日本帝国去予美国打败，迄阵30几万人的日本本土的技术啦，吼，遐个军工老人员，嘛是
迄个遣送等于因日本迄四大岛吼、哦。所以你看，安尼有留伫台湾的外国人，他有偌济？所以台湾的血统有掺着，但是大部分85%拢还阁是吼，还阁咱原住民的血统。那么即马有另外直接说来，咱较早拢讲咱是南岛语系的人吼，有可能因为海流的关系，为南太平洋飘来。但即马另外一个讲法，是为咱家做发源地往南传播出去的，吼，因为到南太平洋吼，迄边迄什么密克罗尼西亚遐，有发现大当的鱼啊。那么日本时代，一台湾人的户口成本，即马是安怎有足济许多啦哈，许多我咧做乌乌的，迄就是中国人来了，无爱互咱台湾人知影咱的，咱是对一族的。像我平地平埔族，伊就日本时代甲咱做的是叫做熟番嘛。啊，就写一个熟。啊，若高山山顶的遐算生番，哦，迄就是，哦，迄就真正写番呐，吼，还是写生安尼。啊，另外有写福，福建的福，啊，有写广东的广，啊，福甲广。啊，你无讲，就是讲哦，写福的，就是恁的祖先是福建来，还是广东来？唔对啊，福就是你若要讲闽南话的。其实迄是我呐，咱台湾的平埔族，只是伊已经家己伊原底哦，比如讲我马家道族的，我呢祖先的话我拢袂晓，剩我剩下要讲闽南话，就我即摆咧讲这個，所以有可能我的祖先电话有写一个福。哦，啊你呐头祖庙遮有可能写广，就是你原底道家始祖的后代，但是恁的道家始祖的话拢袂晓伊啊，拢失传伊啊，所以拢讲客家话，家己写广。伊拢甲你即马甲你呼呼，拢互你搞不清楚，好。那么，咱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那块，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我国，啊嘛，我等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啊，我是人嘛是狗，会嘛安尼解释，好。咱伊。但论年2008年，迄阵第一届来台湾做咧，你看，迄阵国民党哦，因规定袂使有中华民国国旗，所以建材拢来甲中华民国国旗拢修改。你若挂国旗，拢甲中华民国的车顶牌旗啊，拢是爱修改，甚至说旗啊，拢甲你凹长，有拢爱修当粪扫人。啊，到咱戆台湾人，哦，因咧修国旗，啊，咱就硬咧杀中华民国的旗啊出来，要捍卫中华民国。啊，读个歹，民进党介侪日军的人，啊，即咱台湾最大公约数《中华民国国旗》拿出来咧捍卫，颠倒因中国人即摆咧拿五星旗，伫中华民国的中国城台北市咧踅来踅去，警察佫拢甲保护甲好势好势，啊，咱台湾人去咧护卫即支啊，吼，咱无爱学因中国人。因个警察呢，我咧收哦，咱倒收收收拢单本出来，我咧压咯，咱嘛甲倒压压咧，啊无，安尼唔较对。我说咱今天许个讲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就是安尼读个破的。啊嘛是因为安尼，国民党教育成功嘛，啊无是安怎2000万人个台湾人，会选出300万的这中国人？哦，蔡英文声势遐好，嘛是输80万。啊，照讲，你若2000万，比如有2000万的人有投票权的啦，起码台湾人占85%，照讲咱上无嘛爱摕到70%的选票，咱那摕到45%上下呢，吼。好，啊，咱个以伦敦奥运会做例，伦敦的奥运会因本来只有挂这个车轮牌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吼，所以奥运会就把这支旗啊拆落来。啊，咱台湾人搁走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啊，有无？这就读个歹。啊，搁这个讲
爱台湾哈。三太子伫伦敦奥运会咧发中华民国的国旗。三太子本来是有代表较台湾民俗的，结果嘛咧笑台湾，嘛讲咧爱台湾啊，咧发咧个中华民国千年旗，带咧捍卫中华民国，吼、哦，用错。啊，这个咱来看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吼、哦。第二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台湾前途决议文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安尼有食来无？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本来台湾是不等于中华民国呢。好、哦，哎呦，安尼从了这边，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本来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又安尼等于了说跟他做无语呢。好、哦，啊那这个会这样成立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啊国家的名说变中华民国。安尼嘛会这样讲，我是一个查甫囝，名叫做鲁林。哦，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吼、哦，台湾是一个名嘛。好、哦，啊，即嘛，我是一个查甫囝，我已经是一个东东五丘以上的查甫囝，啊，名叫做鲁林，安尼。啊，蔡英文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哦，即马改成讲，中华民国拢咧管人，即正常诶，吼、哦。其实即拢错误诶啦，吼、哦。伊即马讲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吼、哦。啊，咱爱改咱诶错误言辞哦，头拄哦讲一寡吼，外省人袂使讲，爱讲中国人，因为。你若讲外省人，安尼咱煞变本省人，煞伊个一省，吼、哦。啊，你若讲全省嘛唔对，爱讲全台湾，哦，足侪哦，你广告摇啊，啊就是讲服务站，全省服务站拢有咧服务，哦，迄唔对，全台湾爱讲全台湾，因为咱唔是中国个一省。啊，有讲啊，咱唔爱讲台湾国，因为咱唔是国家，吼、哦。啊嘛袂使讲大陆。爱直接讲中国哈，因为你若讲大陆，我阿兰说变小岛，被比下去了哈。好了，啊，莫讲省道的，我都要讲个台一线哈。OK， 好，阿兰来分析美国前的国务卿鲍威尔，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唔是国家，好，阿兰来做一个检讨。这是2004年十月二五，前国务卿鲍威尔，这个鲍威尔就是较早。波湾第一次战争迄个指挥官，啊，后来做个国务卿哈。伊讲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台湾嘛唔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啊，咱国家免得评断是唔是国家，有四个标准哈。啊，这另外就是讲，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因为美国应该伫。美国因为参众议院高票通过台湾关系法，啊，伊拢免甲咱参详，伊就甲你定啊，定咧嘛，免甲咱参详，就进行在台湾实施啊、哦。这是因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的关系啊，依照旧金山合约有管辖治理权，所以这样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管台湾。OK， 啊，国家的认定的标准有四个哈、哦，第一个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官。你若有这四项，哦，安尼你就是一个国家。好，啊，咱即摆来看讲台湾国有领土无？台湾国即摆台湾甲澎湖这领土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所以台湾国无领土。我讲有啊，有2300万人。即摆这2300万人拢摕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嘛，唔是你台湾国嘅，摕台湾国嘅身份证。哦，有啦，阮有政府，但这個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台湾政府啊。啊，你讲外交官，阮有23个小朋友外交嘅国家，你甲摕因嘅建交公报来看，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甲人签嘅，
不是台湾国去签的，所以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不怪每一年拢咧创一个什么联合国促进会要加入台湾，要加入联合国，阿扁啊用台湾的名义要加入联合国，上去到联合国秘书处，就用退件退出来，好无？好，因为你都唔是国家嘛，你定定都人，你来到火箭事务所，火箭事务所讲，啊你要来请身份证哦，啊你唔得爱带人来，啊你太带一只狗来，好，我们还有那个国家的样子，但是还不是国家，所以唔是讲你甲狗穿西装、拍领裤带，伊就会当来请身份证，哦，就会当加入联合国。哦，袂使，你无遮个条件，拢袂使。哈，你要领通，要领通，你爱去甲日本天皇问看，伊要卖你无啊？好，但是咱台湾即块，台湾甲朋友真有两个头家啊，一个有所有权证的日本天皇，另外一个是顶个日本天皇欠美国钱，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兵把美国的航空母舰用神龙科特工队给轰沉的，无人机给拍灾了。美国大兵嘛死几啊十万，这爱讲赔啊，这战争债爱赔啊。你无钱好赔，暂时一块台湾甲澎湖是抵押伫美国手里，等于所有权在美国定掉了，抵押伫美国手里，得爱依照琉球模式，日本政府跟美国政府参详讲，啊无我爱去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美国家开$320,000,000，迄是41年前哈、哦、发生的代志啊。所以日本家这条钱交了，因签这个琉球反乱模式，所以伫1972年5月15日，准献我日本哈、哦，琉球献我日本。当时啊，甲钓鱼台港规划伫琉球内底，所以作为献去伫日本。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哦，即句话哪会通？哦，安尼呐，信耶稣的，咱拢以色列人，也是美国人，因美国拢信耶稣较济。哦，这袂通啦，吼、哦。啊呐，信迄个释迦牟尼佛的，无拢变印度人；信佛教的，也拢印度人，也是西藏人。哦，这袂通。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中国人。日本人嘛用一部分的汉字啊，吼、哦。啊，伊唔同啊，变中国人。好、哦、啊，那拢用英语的，拢英国人嘛。哦，那新加坡嘛用做的英语，加拿大嘛用英语，咁英国人唔是嘛，哈、哦，袂使用安尼准啦，哈、哦。OK。啊，是安怎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哦，咱以日本琉球为例哈、哦，日本的琉球以1945年的4月7日，美军入去甲占领，哦，啊，因就成立琉球民政府，因为呐，你若直接美国军政府来管，因美国讲英语啊，啊，琉球人讲日语，敢那维语袂通，就真火咧啊，啊，美国人的韩多鲁伫倒边啊。日本人很多路正平，塞车就塞不共用，不止嘛小龙，啊龙嘞买火个唯一个未通，所以美国军政府要求当地士绅，吼、哦、有头当地头人，吼、哦、较优秀较亲民，做一个琉球民政府，啊因内底嘛有行政、司法、立法三权拢有，啊因家己定一个法律，吼、哦、啊这個、法律。爱上哦，美国军政府看，美国军政府讲，若无违反美国的利益 ，OK， 安尼实行。但是那咧实行当中呢，发现讲，哎，这条有影响到我美国的利益，以美国军政府最高权力，一定随时把迄条废止。好，安尼，因日本的琉球人组成的琉球民政府来管因琉球人，就管了较好些啊，哦，较袂有冲突啊。好，啊，咱来看。所以咱原来台湾爱做哩，得台湾民政府来管咱家己，吼、哦，咱卖哦这个流氓的中华民国这三流的国家的政府来甲咱管，吼、哦，管个不得不去，吼、哦。啊，咱看看美安的简介，啊，这
联邦典范呢，伫2008年3月18日，甲咱判讲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the people of Taiwan， 台这个翻译爱翻作本土台湾人哈。那么台湾关系法内底，伊所用的台湾人是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住伫台湾顶管的这人，拢都叫做台湾人，这是美国台湾关系法内底的意涵。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甲澎湖顶管的人，伊就无分讲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拢都保护着，因为中华民国是美国的盟军啊，吼，伫世界大战，因是盟军盟友，啊，美国人跟咱台湾是对立的哦，咱是咧跟美国修正的，因为拄开始战争，二次世界大战，咱为高滨地区的日本的飞机场有起飞作着临时战斗机，去到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甲迄阵麦克阿瑟底下做总司令。把伊个克拉克空军的基地的飞机拢炸歹，所以摕到制空权。所以日本三个月后，就把规个菲律宾占领起来。哦，啊，这就是麦克阿瑟足痛恨台湾，就是讲，伊一世人上闹鬼的就是，迄个台湾人吼，怕败了对吧？因为那个高沙原住民嘛，足厉害。美国的基地。哇！三面拢海，后壁山，无可能为后壁来，叫咱高山原住民为后壁爬山为下落来，甲突袭，拍一个密密麻麻，吼、哦！啊，所以麦克阿瑟，伊阵甲菲律宾总统作为诈照，撤退去澳洲，吼、哦！所以麦克阿瑟吼、哦，可能为了要报一个残了湾，好建澳，好建娘，好叫中华人民，叫中华民国在。上澳赛上残忍的中国人来管台湾人，无年外就发生二八事件，有计划把咱台湾人的精英30,000个，这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所训练出来，拢把咱抬死哈。OK， 好啊，台湾人的定义就是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原来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包括伊个后代，哈、哦。过来，2009年4月7日，联邦个高等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际承认、普遍承认个政府，台湾人还佫生活伫政治个联合当中。即马即个政府吼、哦，全世界大部分拢无佮承认嘛，哈、哦。拄啊，敢若23个小国家用钱买的有佮承认，哈、哦。啊。这个台湾人佫生活伫政治炼狱当中，啊！你佮想，台湾人即马呐犯着甚物罪，拢判重罪；啊，那中国人拢高高举举，轻轻放下。边边国务机要会，阿扁啊做总统，伊咧用国务机要会，哦，即马就掠开关，共迄件事件，共迄、那个迄条钱安尼对啊。啊，那马英九。哦，伊阁继续咧做总统。中国人伊所定的法律是要予咱台湾人遵守的，毋是因咧遵守的。所以咱台湾人若犯着因的法律，哦，拢判作重，哦，办紧紧。啊，若因中国人，拢讲像迄子弹会转弯，法律拄着中国人，拢会转弯，吼、哦。啊，所以为只看，尤其像最近。洪仲秋这个案件，你就看得出来，中国人无把咱台湾人的性命当作性命嘛，哦，安尼甲你糟蹋，吼、哦，好、哦、啊，像连菲律宾都看袂起这马英九这个政府，所以因的迄、那个咱的小琉球一个尊长，哦，广大信号，伫巴士海峡，哦，迄个因的公菲律宾的公务船安尼开枪，安尼断死。啊，马英九伫这个咱的人民的压力之下，较赶紧讲，我要派迄个什么海巡署的船舰要去啊护渔，尾啊搁加码，讲派国军的什么基德舰去，甚至搁派无人机要去巡逻。哦，啊，这美国可能就挡袂牢。哦，啊你，人迄一只小只
公务船呢，啊，你附加呢大军压境，可能我咧想，美国船 F-16 吼，甲冲我载一只落来，啊，佫一只幻象2000，一礼拜落载两只落来有无？我咧怀疑讲，这美国咧出手讲，啊，这西洋代志呢，你就不要处理，就要轻启战端，冲两只后你载落来，这我以为啊。你看，联邦的最高法院有，阮哥伊讲会当上诉，阮哥伊到最高法院嘛有受理哦，吼啊，这有伊案号哈，这是本土台湾人为历史世界大战了，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战争法、甲旧金山和平条以及美国的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哈，结果美国的。这个政府哈也代表国务院都派出来，就是宣布放弃抗辩权啊。依照美国法的，比格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对咱林志兴哈代表这本土党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的理由跟法律见解完全正确，国务院完全确认。啊，美国原来惊到，美国国务院无想讲。咱的律师安那遐厉害，啊，咱秘书长遐敖写法律，吼、哦，所以伊知影讲，佮继续伫迄个最高法院公凡吼、哦，有足济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的龌龊的代志，对台湾无尊重台湾人人权的代志，也要龌龊，所以赶紧放弃抗辩权。啊嘛是伊阿未准备好啦，吼、哦，就是讲2009年了，你甲注意看，美国一直咧看。韩国、南韩、日本、甲菲律宾一直咧演习，啊，甚至即马连较早越南、吼北越、南北越咧修建，即阵美军伫啊，往那死十几万人诶，吼、哦，这死对头，即马连最后嘛咧军事演习，吼、哦，即马咧包围中国，伊就是要等只美国重返亚洲，只武力部署呐部署好，伊特别搁开始。固定最高法院会当阁把迄个案提起来，吼、哦，审理，吼、哦，因为这个是联邦最高法院尾啊宣布讲搁置本案待审，这个待审就是咧等美国行政部门国务院，吼、哦，因呐重返亚洲，把一挂武力布置好，吼、哦，包括关岛要起一个超级军事基地，哪拢起好啊，啊设备拢安好势啊，吼、哦。要献牌，阿强啊，若要配面来，要拍无要紧，吼、哦，安尼对啊。好，啊，结果即马法院就宣布讲，要求今后美国政府爱依法正确行事，爱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来行事。啊，所以有安尼的法，迄、那个法院的意见了，美国国务院跟咱协商，吼、哦。台湾民政府伫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挂牌运作，啊，这是咱伫2010年7月7日，你注意到看这个日期。菲律宾的国庆日嘛是7月7日，因为菲律宾是伫美国的支持之下，予因独立，所以因的国庆日嘛7月7日。啊，同款你看，美国跟咱斗相共，台湾政府挂牌。7月7日，我说这个意涵嘛真深。OK， 过来2010年9月7日，这个、双方协调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举行挂牌庆祝酒会。哦，迄阵美国国务院啦、国防部啦、司法部、国安部拢有派人来参加。啊，你甲注意哦，这个9月7日佮什么日？就是旧金山合约。1951年9月8日，伫旧金山签署的日期，哦，这嘛做遗憾，哈，啊，这我这高位切别，哈，啊，这伫，今嘛这咱的主席，哈，苏内上，哈，曾根宪昭，好，啊，咱台湾民政府第一届国务院李瑞哥伫2010年10月7日，哈，啊，成立了，哈，好来，啊，咱的参议院。哦，伫12月7日成立哈，啊，咱即马已经受训
到六十届迄阵，差不多三千个啊，吼，咱即摆已经六十二届啊，吼。啊，这咱有完成《公民权利法案》，送予美国，吼，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公民身份证甲旅行证件的法源，吼，咱这依法，咱爱有这个《公民权利法案》，咱才会当依照这个来发台湾政府的身份证。OK， 好。那么，真趣味，你注意看，2011年十月二十到二三，咱台湾民众租即150个吼，去日本，向日本的靖国神社内底有39,100个台湾的英灵，伊啊甲祭拜。哦，这就是咱2011年啊，哦，2011年去啊，咱翕相的纪念。啊！日本的靖国神社，伊是用高规格甲咱接待，因为一般的日本人，伊来到前殿哦，这个前殿吼，底下拍两个波啊，行一日，安尼就算祭拜完成。咱唔是呢，咱哥入去到中殿，哦，一边啊在里边，底下休困一点外钟，吼啊，因内底安排好些了，咱甲规个入去内底，吼，伊啊。跳箭步，吼，咱有原住民高沙族的原住民，伊啊跳箭步，吼，因为39,000的迄大部分拢是咱高沙族义勇军，哈，所以了，唔是你去中殿啊，哥你去到上内底内殿，迄是因日本内阁还是天皇海这样入去的所在，哈，啊，咱拢入去，哈，啊，旧年同款嘛，旧年佫较侪人 ，OK， 啊，你看，日本的皇居殿馆头前，哈，这。日本天皇出来迎接哈，伊个生日我哩甲祝贺。头一届，即唔啦几百年来，头一届有除了这个日本的晚红旗哈，了咱的台湾民政府其他拢入去。破天荒啊，因为日本的天皇的生日从来唔捌有其他的旗啊出现，拄啊咱为2011年甲旧年有哈，啊咱今年年底咱要过去甲祝贺伊个圣诞啦哈。啊，为这个旗啊来看，就表示讲，伊会当予咱入去，就是表示讲，咱台湾还佫日本天皇的，所以伊才会当予咱这个代表台湾民政府的旗啊，我会当入去啊。啊，那么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的未来要安怎呢？伊即摆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无拢裁撤啊，即摆改做指挥部呢，吼。那么，伊本来有215,000的兵力，即马要上尾也要精简至120,000人，啊，这差不多啊，像日本的自卫队的兵力安尼尔，吼、哦，日本自卫队嘛，差不多120,000人啦，吼、哦，啊，美国军事政府连袂买入来台湾，吼、哦，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的人员，因的军公告人员，拢爱撤去金门、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啊、哦，好。决定啊，这点。像那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好、哦，台湾独立就是代表战争。啊，咱拢会想讲，哦，安尼美国要甲迄个阿强要甲咱拍，对不对？大部分咱台湾人拢安尼想，结果唔是哦，是美国要甲咱拍。哦，咱来看卖，这个是美国前国务卿佐利克，哈、哦，伊讲2006年5月13日，哈、哦。美国国务卿佐利克伫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我讲较清楚咧，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哦，啊，即做一个国家副国务卿一级的主要的官员，接直率会甲台湾甲战争紧密挂钩哦，这是较早拢唔捌发生的哦。伊讲这是因为。我阁甲话讲较清楚咧，独立就代表战争，即代表美国爱出动陆海空三军，包括海军陆战队数代军将来拍台湾。我即大概搞清楚吼，唔是阿强要拍，是美国要甲咱拍，是啥物？啥物原因？你战争在拢还袂形成清楚，
啊，恁台湾人啊，无问我美国，啊，无问即个所有权证天龙，哦，啊，你着要甲我提走，啊，我诶赔偿啊，战争在上要甲我赔，好、啊，所以台湾即块土地，我讲有还有两个主人呐、啊、哈，一个债权人，一个所有权人，即两个咱拢无要甲问，着要甲独立是要独立对，所以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是这个原因嘛？哈，啊，是讲美国讲台湾未使公道，啊，你美国唔是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啊，恁家己呐咧选州长，就作者州的议题拢夹夹伫咧州长的选举内底咧公道，啊，是安怎讲台湾未使？尤其啥物统独公投哈？好，啊，这个我今麦来讲，美国。因有派两千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咧收集情报，所以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做了解。你若讲真正开放予咱台湾人统独公投啦，吼！你甲2008年、含旧年小英、含马英九的总统大选，你甲当作统独公投，咱两届拢输呢。谢中鼎迄届输200万票呢，到旧年小英。哦，今年啦哈，小英嘛要个输啊，去年啦，小英嘛要个输80万票，对不？啊，天啊！伫国外，你甲当作来讲，真正统独公投，公投啦。国外人拢讲，啊，恁台湾人欢喜要学通牌，卖研究，要学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嘛？恁要选一个通牌的卖研究，安尼将来阿强啊派兵过来占领台湾，配合卖研究。安尼，其他国家袂当出兵来救台湾的，来甲台湾斗三江。因为恁台湾人依照民主程序公投出来的，结果大家爱甲你尊重啊。哦，你要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来甲你糟蹋，我嘛爱甲恁尊重啊。哦，所以袂使公投，就是美国安尼咧动的原因。哈、哦，唔是美国无民主的精神，是咱台湾人头壳起个国民党甲你放毒60几年。台湾人拢家己当作是中国人，竞选拢选输嘛，吼、哦。啊，所以就是安尼，美国要爱咱台湾民众爱训练4000个人员，吼、哦。啊，甲爱合法有41万人以上的台湾政府所发出的声明，就是讲你起码已经有一部分的台湾人觉醒起来，安尼美军买入来是台湾人较袂大反弹，吼、哦。起码有咱这阵人。我咧替咧杀这个论述哈，从台湾是美国军事的占领地，啊，这块领土是还佫是半天皇的哈，日属美占哈。好，啊，美国军事占领台湾有足侪法律依据佮迹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这拢总有26条啦。好，我那高级班好，我也来讲遮哈，啊。今仔时间的关系，我就甲后壁时间由咱的参议院的议长哦来讲。啊，我今仔暂时讲到这，以后有机会再过来跟大家探讨。多谢各位，多谢，谢谢。请起立。